朋友们，又到了发货的时间，给你们展示一下啊，先来一个不一样的，27公分的凉皮罗罗，发到甘肃的10个，发到辽宁鞍山市的拉面盘的腰间肉超过3斤6两的特别厚啊。这是34公分的炒锅，这个是36公分的炒锅，这是发到云南的小锅里边最后的一锅，有7斤半啊。怎么好了，发晕了。这个是34公分的铜锅，发这个西宁本地。这个也是34公分的铜锅，发西宁本地的，这是全部新出的。这个是29公分的火锅，6个人以下都可以用啊，发到甘肃庆阳。再看一下最后一个铝锅，这个铝锅也是加厚的，也是30公分，正把手是铝把啊。这个是发到哪里？河北。今天快递员呢有点忙，让我自己送过来，是在青岛的一个送货啊。我去骑摩托车啊！好的。那个火锅没拿着，火锅。